可没想到我刚到那里就被牵扯进一系列可怕事件中，而这一切都要从一本古书说起。走不走？柳腕刘明，要风要雨，没完没了。铁大爷一阵仙风出窍，哪里走？大天梯。怎么走？一溜烟。快点给他搭个梯子。老师，看着酒驾，酒驾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谢老师啊，慢走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麻烦跟你打听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从外地来的，我经过你们家，觉得你们家好像不太对，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是我二叔被饿死鬼给附身了。那您能让我看看吗？看什么看？都完事了，都完事了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看着前面那小哥了吗？就是他给破的。他是你从外地来的，他你不认识，东北马家的。哦，